辆的发动机，法拉利的技术，最大马力400匹，最大扭矩451牛顿米，推动2吨多的车重，明摆数据只需要5.2秒。而当你坐进车内，你能肉眼可见之处全是真皮包裹，再配合上做工扎实的葡萄木饰板，这是一台没有异响的玛莎拉蒂，扎扎实实，工工整整。车内所有的按键都为电动控制，都做了包胶处理，手感一流，像极了风琴乐器按键。这一套博世代工的车机系统，再配合上整套14个扬声器的 BOSS 音响，上车就播放交响乐，你会穿越般的感觉自己此时在悉尼歌剧院或者是维也纳金色大厅。而这个时候你觉得还不够，来启动它，哇，八缸机器独有的点火声，再来一脚，哇，这才是玛莎吗？你们现在买到的玛莎跟玛莎还有什么关系？下一期我就告诉你，这台十几年车龄的老玛莎比现在的玛莎拉蒂到底要强上多少倍。